de viol.你会等吗？还好哎、欸，我有带肉在身上。Oh no！ 跑跑跑！没有人，好冷哦，好冷。好冷，回房子，回房子。哦，好好好。哎、欸，我知道了，鬼是那个，我刚刚看到鬼那个，我刚刚看到波雅去偷看箱子了，我们先票他。哎、欸，好哎、欸、好，真的吗？对啊，他人他从头到尾都没看到他的人，他刚有一言不发，人就不见了，然后他往左上走，那边的箱子就开过了，留放他了啦。没事啊，就试试看投票啊。追你白痴啊！我刚刚被盖了追，还是应该票盖了？怎么该票盖了？是不是？他是没有票 QQ 啊？他说看到他开场子。哎、欸，我们快点，我们往右边那边走、啊。有找到吗？东边那边我找到一个地方啊。在哪里？走，走了。刚刚稍微还是因为下雪了。哎、欸，这边，刚好在，哎、欸，刚好在这边。等一下，盖尔怪，他是放捕兽夹，盖尔怪的，财主怪的，啊，怪的。等一下，不是你吗？他是放捕兽夹。为什么？什么东西？不是我放的啊。这是你吗？这谁放的？对啊，谁？怪的，干嘛？怪的，我看到怪的了。乱讲话哎、欸，好扯哦。等一下我肚子好饿，我吃。我有烤肉，你要吃吗？好了，先回家，2:57。你要吃吗？哪一个？我刚拿，我吃完了，我现在吃饱了。那你还会饿吗？不是你怪怪的。没有啦，没有怪怪的啦，误会了。对啊，不是我放的、啊。怎么了？谁砍你？你不要乱讲话、欸，你不可以这样哎、欸！有一块回来的、啊，就没事。对啊，好奇怪哦。那、啊、我们现在干嘛？票盖啊！不要，我们知道很冷啊，外面很冷啊。哎、欸，原来流放期间会那个。嗯。票盖了，犹豫赶快。好扯哦，乱票人，大家都很和善，不是吗？不是啊，我们一直在里面要干嘛？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出去找东西？大，我们该出去。嘿嘿，你看波雅这么久没有回来，留他了，放他了，有没有？你怎么？哎、欸。哪里？我好冷哦。
等一下，快快的，快快吃哦！是白痴吗？怎么了？阿健，阿健，阿健。完了，我要死了！他们在哪里？好冷哦！完了，我要冷死了！完蛋！这代机！完了，他们不见了！我要冷死了，各位！好冷。风好大，使用小屋呼救，使用小屋无线电呼救救援，哎，完了，我要冷死了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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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救命！有没有人？好冷哦，好冷哦！救我！好冷哦！怎么样？人在偷的忍我？谁在做鬼？还不好好的当鬼？这里面是不是可以止寒一下？完了，我要止寒。哦不，哦不，啊，死掉了。你看我砍到鬼哦，你看背叛者受伤。是我啦，我啦。是不是？你看，都没有人在找东西啊！我把那个飞机都修好了，结果没人过，按一下那个火罩的。谁啊？你为什么要砍花卷？哦，没有，我就想说他一直对。哎，不是啊，盖尔，你是不是开到什么模式？我们都不能用一些东西，有些东西会被锁起来。是吗？不然我看一下，我忘了。他是开基础的吗？让我再重开一次，让我再重开一次，好不好？可是我刚刚我砍到鬼。我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重开之前，我想问个，请问一下。请问有无线电这个东西是不是？有啊，你看，可是再开一次主主通道，我刚刚就找到黄色无线电啊，只是全部人都不在我附近，还是可以用啊？还是波亚你开？啊，我你开吧，你开啊。好，那我重开好不好？那我重开。那我们再吹出去。啊。哎，你我收集最多物资跟大厨哎，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怀疑我？对吧？大地图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游戏长度三分钟，一标准开。幸存者的生命，动物生命值，萤火库全开。好，角色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进阶角色开，身份窃贼。好，无知者，士兵、科学家、医生、骇客。好，我们就先这样。任务目标
第二目标信标，灯火管制啊！我没有灯火管制的 DLC， 先不管。好，好了，我开了，有没有人玩？嗯，加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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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的，密码是今天的日期，什么台主放的？好夸张哦，乱砍人！我没有乱砍，我砍到鬼、欸，我是不是把鬼砍倒了？我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。对啊，你看我是不是把鬼砍倒了？我这么棒，我一个野性直觉，因为被我抓到是鬼，是不是？阿拉英安，英安，忘了要呼叫直升机，我修好飞机区，发现要跑回去。这游戏不是。乱砍了，连通杀都对了，是不是？但是你人死了，我不。还有两碗吗 ？Hello， 雨梨，雨梨，安安，雨梨要不要玩？佳佳，安安，安安，好可怕。我也不说假肢，我幻想可以，方便上好点可以。但花嘴是好的。你好可怕。我刚刚本来想救他的，我一直在你旁边。喝水，大家喝水。有没有刚刚没有人打到？哎、欸，我很认真的在煮饭给大家吃哦。对啊，啊，看起来没有想要唬他。有啦，那我看看。对对对，莲香是莲香，应该是吧？还有人家那个 ，Oh my god， 全天切到。喂，我现在字体是正常的吗？哎，正常的。还有人家加吗？你差点叫皮还是要救他？有啊，我救了、啊。哎、欸，你有没有把时间调长一点啊？我觉得我们这个时间好像有点太短。真的的。啊，那我再调一下。你们找到目标之后，可以那个 tab 切换，然后把它标在地图上啊，大家会看得到。嗯然后那个刚刚那个飞机棚就跟着看到有个大电线杆，然后跟着它的电线走，就会走到飞机棚。那我可以先问无线电怎么用？安装一下就没有。好，无线电要有。等你等你，我刚刚在等你等你，就是在飞机还没有。等一下，如果有人要加加，可以直接收。但是我都直接收我的 ID， 然后、密码是今天的日期。哦、死掉就可以哦，因为我死掉之后它就有那个密码是今天的日期，好多个颜色的无线电可以切换。红色的是杀手自己的、啊，那我去上一下厕所，偷出来让人家看到你就爆了。那大家帮我跟台的人询问一下，有没有人要玩？我去一下厕所。好像现在我去一下厕所，放在那个有偷出来的格子吧。那如果有人问说怎么接近，那就帮我剪掉。那他是按一下钓鱼杀手啊？那他讲话的时候是按着左边的 Ctrl 是不是？左 Ctrl 啊。然后花主射箭好像不行啊，但是用那个 Left 应该都是左边的 Ctrl。所以是只要有人找到停机坪就会有标示吗？要按哪个键标示？你要先切换，它会有两个选项，下面一个是修，然后 tap 下去，或是你滑鼠指过去，下面那个是可以标记在那个大地图上，然后大家可以在家里的大地图那边看。我刚刚不是大一出门外面有一个大看板吗？那个可以看那个地图东西在哪里。所以了解。
请问180是分钟吗？180在哪里看到的？我刚刚看到盖尔那个把游戏长度拉到180，我有点害怕。后悔了。然后他真的吗？等一下雨梨，雨梨，然后他下载，你要再接啊？天是打四哎啊！什么东西？我要按什么才丢雪球？盖尔，可以请问一下，是把按住右键，右键就会把东西不拉扯，这些东西要丢了之后也要这样，你开箱什么的也要这样。对啊，你要右键。我们等一下雨梨，雨梨要加加呀。游戏长度，然后你要180分钟，然后再设一下。180分钟是三个小时哎、欸，有点刺激哦。我们应该很快就修完了吧？没有啊，你设时间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时间要拉长，但不是要设到一定可以修完。你那个设计要设计成，就是人类如果真的在耍废，你还是要让我们输，你不可以真的拉那么长时间，好不好？刚刚那个只是因为大家真的完全不会说来说，稍微拉长一点点就好了。刚刚其实已经可以跑了，只是因为我没有那个有个东西搞错，我不然大家老跑了。有啦，我改30分钟，让他加满。打这个胖子，打这个胖子。走位。啊，那是怕你，太可怕了。走位。超明显。哦，等一下，不是，我们现在等雨梨一下，等一下雨梨。喂，牛，牛烂，牛烂。干什么东西？你们是没有黑黑的事情可以做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哪里找啊？我忘了，快点，你们赶快叫一下。雨梨在问说怎么那个收房间，其实我也不会。那个加入游戏，然后基础，然后搜寻 Gear。亚洲服，亚洲服。林业嘞？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有。负一，负一，林业嘞？林业要玩吗？林业吃饱了吗？我没有杀你，是背叛者哦！我刚刚那个野性直觉让我知道了。嗯哼，嗯哼，哎呦呦，哎呦，满了，满了。哎，是不是我刚刚那个野性直觉很准吗？我是不是砍到鬼了？然后前一场也被我挥到两个鬼，才怪！你是见面砍一个，见一个砍一个。哈哈怎么一开始就开了太多东西也不太好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新玩怎样来？感觉应该可以远程。Hello。哇！突然换一张新地图，好陌生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就随便按一个。那我要找东西。好喂、欸，啊，喂、欸。我要怎么知道我的伙伴在哪里？我没有伙伴吗？无线电在哪里？
什么东西？我一开始都很安静的、啊，是不是又在那边乱讲话？那个发电厂为什么跟刚刚不一样？它不是那个哎、欸，是因为要搭缆车走，是不是？我怎么感觉好像目的应该都还是一样的，只是现在地图变不一样了。欸、兄弟，兄弟，兄弟，听得到吗，兄弟？欸，我会不会被看到、啊？我想要杀人呢、啊，毒药。哦，兄弟是你吗？兄弟，兄弟，啊啊！为什么？你爷，你要吃肉吗？刚刚都没有问别人要吃肉，我有点害怕了。闭上啦，要不要吃随你的，饿不饿死你算了啦。哎、欸，盖尔怪怪的啦。怎么不要在那边乱讲话？你跟我乱讲话，你问林业，他吃的没事啊。我刚刚去打猎，辛辛苦苦打回来。你们刚好在问你要吃肉，就我怪，你才怪了。抱歉，你因为你刚刚前两场你没有问人家要不要吃东西的。先入为主，好可恶啊！可恶，可恶的人，可恶。哦，我兄弟嘞。
没有枪。完了，我现在这个毒肉，我是不是要被我自己毒死啊？啊！啊，空投。为什么爆炸了？ Oh my god！ 这什么东西？哦，能量饮料，好喝。这可以干嘛？设置陷阱。带小孩的那个，好哦，我看一下啊、没有人，让杀人哦！我想去杀人。他们都没有来这里，我不知道他们去哪里了。我迷路了，我要饿死。冷，花卷，花卷，我们家在哪？我好冷哦，我好冷，家里在哪？在哪？我好冷，我好冷，我好冷。你有那个生可以生火的吗？你有肉吗？我有木材跟肉。可以给一个肉吗？肉可以啊。可以，应该可以。真的应该不行，那我要冷死，我要冷死的。很冷很冷，救我！完、欸。路牌啊，路牌嘞。有没有人在附近？哦，听到外界。很冷很冷，救我！外地的楼有没有木？在哪？我快冷死了。哎、欸，这里是盖尔湖哎、欸。我快冷死了，我快冷死了，有没有？你知道房子在哪吗？有这里路牌，有往这里往这边，还有路牌。
很冷很冷，冷死了。但是我觉得有可能要跑一阵，感觉很远。完了，我真的要冷死了。我身上有生火的啦，可是这里没有生火的地方。没有吗？哎、欸，你刚打我！哎、欸，外地佬打我啊，好扯哦！花犬快跑！为什么这里都有人开过了？好危险啊！哪里？我来了，我来了！外地佬刚打我啊！外地佬刚打我，他是坏人哦！不是，好靠！他乱打人呢、欸。冷哒哒的，兄弟啊，你怎么样？你弄死人了没？终于呢。还有医疗包吗？我刚用掉一个。外面捡玫瑰。哎、欸，刚外地佬打我，不是，我要生火给你哟、哦。哦，打人哦，打人哦。不是，外面好冷哦。发电机那边有一只蛇。主动攻击吗？会啊，你靠近手它会主动攻击。我刚就被咬了一下，很痛啊！要赶快下去修一下。他怎么下去？他怎么下去？有人有带火吗？有，我有带。随意啦。我去看一下。他来咯。出发，出发。没有人要搭吗？要搭吗？来来来来。啊，那边又有人叫缆车走了，不了，哭了。外地佬，你要无线电吗？我有那个黄色的，我有一个。我刚刚有看到那箱满了，你可以拿吗？我要先进去，我要冷死了，对不起。
现在缺什么资源呢？花卷，花卷，那个十个绿色，十个黄色。好。十要十个绿色，十个黄色的东西。什么东西呀、啊？想杀人？可以那个。如果用到发电机的话，发电机下面会变绿色的。十个绿色，十个黄色啊！好，发电机。好。现在你有什么？哎、欸欸，老哥，那是给我的。是那个我给 QQ 的。你太贪吃，你这个胖子别吃啊！我饿死啊！那你吃这个啦。乖。我叫缆车上来了，大概十秒就到了。哇，他又打我。还要打我我没有去过那边，有人要跟我去吗？出发。机会来了，兄弟们，机会来了。Downstairs， 来，我收到。嗯哼。我先去找那个。找那个饭，你有在讲话吗？你有在讲话吗？你有在讲话吗？要帮忙拿什么？要帮忙拿什么？要帮忙拿什么？要他要黄色，要黄色跟绿的，可是他只有燃料。要黄色跟绿的，要他只有燃料。要黄色跟绿的，要他只有燃料。怎么有超级 echo？ 怎么有超级 echo？ 等一下。我刚刚怎么又是优异？完蛋，怎么办？优异，你要去哪？啊，我要找东西。有熊有熊。哪里？哪里？熊快跑快跑，熊这边有熊，右边那边有熊哦、我知道那个那边有熊，这边就要开开。开了开了。哎呦，
电子产品跟一个东西，动手吗？动手吗？要修东西用的去发电厂。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是不是有人死掉了？这是幽灵放的吗？动手吗？要动手吗？小弟，你倒是讲个话，小弟要不要动手？好冷是不是啊？我先去，我先拿去放。那、啊、你还要吃什么？我烤个火，烤个火。这个是什么？取暖呢、啊？哦，我觉得我好像快要死掉了，我要饿死了。我刚好也没有吃的、欸，怎么办？还是我刚好身上还有两个，我要去下面那个了，去修东西。我跟你去好了。嗯嗯嗯啊啊啊啊啊！尤伊又是你，哼哼。哎，有莓果。哎，有熊，有熊，快跑！他说他快死了，然后干嘛啊？你想躲我干嘛？你离我远一点。这怎么了？奇怪，又干嘛了啊？好浮夸哦！哪里哪里？快跑快跑快跑！还是我刚忘了关麦了。熊，哎，他在外面呢、啊，怎么办？我帮我拉他吗？我把他拉走。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饿？你冷吗？你要死掉了！啊！快跑！熊扑到，哦不！好 ，OK， 就你死掉了，我死绝了。你很冷吗？你很冷吗？你，林彦这边，林彦这边，这边。哎、欸，这边这边有那个地堡，快点快点！哎、欸，走错了，哎、欸，这开了哎、欸，开了。我看有没有材料。刚刚那个。哎、欸，完了！超大暴风雪来袭！啊啊！救命啊！哎呦喂！哎呦喂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救命啊！哎、欸，帮他！快跑！哎呦！哎呦！我靠！啊、哦！阿卷揍他！阿卷！哎呦！靠他！对，阿卷靠他！嘿，对，帮你，帮你。完了！救命，兄弟啊！救我！救我！快跑，雨林，快跑！完了，完了！完了，我们要裂开了！你们有火吗？有火吗？有火吗？完了，完了！我，哎呦，哎呦吼吼！不是哦，我还没有，因为野牛没有吃下，我快死了！我刚被熊扒倒，救我！因为，哎呦，哎，他可以补血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有吃的吗？我好冷，我又冷又饿。
我勾住了，我勾住了啊，兄弟们，我勾住了啊！勾住代表什么吗？代表他们等一下都得死，都得死啊，都得死。我在补血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嗯，完了完了，有狼啊！我要顶不住了啊！我先回家，我先回家。快点，快点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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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，是谁啦？谁啦？嗯哼，没用了，那狼来了，可以开杀了。我搞住了，我搞住了，完了，我开始扣血了，我要吐了。兄弟，你还活着吗？我跟你讲一件很残忍的事情，我现在先必须得先回家，我快挂了。快点，我们先回家挤弄一下，我真的是顶不住了。好。哈哈，快点上车。好，无敌。啊！现在就是把他们的人全部弄死啊！他们一个都别想活！我现在无情开枪啊！我先去把我状态拉起来。这血好难玩，这是怎么杀的？兰花卷竟然没有死在我的大暴风雪的那个毒箭之下，太扯了吧！哇，他的命也太硬了吧！那个暴风雪是真的瞄不到了呢。外面有什么浆果之类的，你看，帮你打一打去吃过。我快饿死了，你没有吃的吗？救命啊！王雅，你有吃的吗？我好像打猎了。有吃的吗？打猎是谁？他们好坏啊！他们都不让我吃东西。完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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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倒了！我能死了！我要死！我能死了！我杀到人呢！老杀人！我冷死，没有冷，救我！是啊，也来不及了，你进去屋子里啊，你不在屋子里吗？屋子里面没有火。啊，好冷哦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没有火？二，嗨，盖尔，我吐了，盖尔是鬼吗？我吐了，我是好人，你是好人吗？对啊，不要紧，我觉得刚刚你那个行径超可疑的，我你才是小屋的，你才可疑的，我超害怕的，救命哦！那得我们帮助优异。发电机修好了欸，那怎么办？那这样子啊，哇，优也挂了，啊，全部死光光，死光光，死光光喽！你到底是鬼啊？你果然是鬼啊！就是哦，超明显的，老哥，就是你哈，艾尔哦，你害 QQ 吐了，对，还这是你毒了 QQ， 哇，
这个地图太大了，坐坐缆车，他们还不太熟地图机制的话，会我不知道为什么会不要这么大的地图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我中间，你看一下结果那边，结果我看一下，为什么有一个人成功逃脱？你怎么跑了、啊？我怕坏人会去把那个逃生装置给用掉，我就合理使用它，我逃跑了。好扯，太恶心了！哪里有逃生装置啊？有一个可以单飞的，我们人自己高歌一起逃。好扯，好坏哦！好扯，竟然不带我走。不是，哎，吃啊！有些人不见了，他没有按再来一次的。嗯，很难玩。那个职业先不要开啊，那个职业现在会让状况更混乱，先让大家先手机正常玩。破旧。Hello， 大卫。调个中等的嘛。哎呀，大卫。刚刚那个感觉。Hello， 赛德，赛德，哎，晚上好。盖子耳机没调好，没听到你讲话。OK。武艺人呢？人呢？刚谁？刚刚黄色无线电到底有谁拿到？我有拿到。最早是我拿到的，我后来分给忘记谁了，然后最后不知道怎么越来越多声音了，其实我还分不太清楚。分给我。雨丽，雨丽佳佳。可是我忘记完全忘，然后我听到没有人，没有听到别人讲话。好不好？所以无线电所有是共通的吗？没有颜色一样的。无线电有两种啊，包括鬼的是三种，就是蓝跟黄。拜托再让我当一次鬼，拜托再让我当一次鬼，拜托我刚没有杀到人，再让我当一次鬼，让我我体力也不行了。好的，辛苦公民了，感谢公民看台，公民爸爸。爸，拜托，再让我当一次鬼，我好杀人哦！你当鬼，你当好人都不做事。哎，讲什么？我会帮忙杀鬼啊！为什么读这么久？嗯？为什么读这么久？对啊，为什么可以读这么久？对啊，为什么这次读这么久？啊，我怎么听到有人在打字？现在是大家好了吧？为什么我还卡在读区啊？我也是卡读区啊。我也还卡一点啊。谁没好？卡读区还可以讲话了。我也卡着。我也卡着。快点报数！公啊，我卡住。完蛋了！完蛋，是不是要重开？好像可能要重开吧，可能就……那我重开好了。还是卡兹喵，就他刚刚自己出去。有自私鬼啊！自私鬼，他现在自私鬼所以惩罚了，是不是？不是哦，他自私鬼，他怎么可以惩罚我们？好了，还留在那个雪地。我重开一下好了，我重开，好吧？好。哎呦吼！哎呦！哎呦，这游戏可以？可恶！让我杀人！让我杀人！让我杀人！呵呵，都想杀人，不要偷听！
三十分钟三，要准。你你妈！哎，按错了。嗯，开始。酷啊，这个！嗯，加加加加。刚刚地图不会太大吗？刚刚地图不会太大吗？会呀。哎呦！嗯。嗯嗯，我刚刚是不是听到这个声音？嗯，等一下，你也该不会一直都知道是我吧？不会。哦不，你也是不是从始至终都知道我是坏人？啊，我们博雅的。欧雅的，欧雅，欧雅的，好吗？先这样，先这样。喂，有收到声音吗？有，有，什么东西？你也台主是乱源呐！不管他是好坏，都先票他，不可以这样、欸。理性好不好？理性。我们要理性。嗯嗯，让我当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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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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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喂、欸，小心！我决定要思考之后，决定是要改掉这个昵称。你说卡池喵太多人用啊？我觉得只要看有些人，他都会变成我的锅。不会啦，很棒啊！九张绿色哈，然后十一张黄色。听到吗？有听到，有听到。嗯嗯。西北边有一个三个地堡，西北边有一个三个地堡。走走走，我们来开地堡。我来开地堡的。哇哇，我在那里。91911。Hello。这里这里这里，开这个。过来过来。
说要几个啊？来来来，地堡在哪里啊？我只知道两个人都没听到几在哪。什么胖子？你刚没捡东西啊？喂，胖子讲话。啊？有吗？材料是不是啊？我要捡那个红色的。你就给我拿去放。我要捡红色的、啊。那你没有捡黄或绿吗？我没有黄或绿啊，我刚看都没有啊。嗯哼，屁啊！我刚怎么开你那个箱子里面有黄的？哪里屁的、啊？刚刚看的箱子我打开有黄的，你在骗？又没有哎、欸，你是不是想害啊？好了，你就怪怪的，你就知道不要这场我是鬼，你就快注意点。怎么可能是哦？哦，你给我过来哦，我们聊这个天，聊个天，给我过来，你给我过来。欸、我被识破了。哎、欸，你说啥呢？你给我说啥呢？你说啥？你说啥？那我跟着你，我证明我是好人。欸、这边有这个、欸。帮我捡一下，帮我捡一下那边的，要开这个是不是？还有人啊？这边有一个屋子。这边缺一。盖尔在旁边啊，盖尔来帮忙。我先把这个放掉。开这个，先开这个。你们在干嘛？我怎么听到嘣嘣嘣的？快点好不好，胖子？打落。哦，哎，上面我这边三个了，我先去装。你们那边有黄或绿的，大家都拿过来装。我要去守着门了。我装了，我来守发电机了。有什么东西不能拿？大华。要先躲吧，不躲吗？我们先躲，先躲，等一下，可以先躲一下。杀两只还没拿吧，都跟。好久。好，我们过路啊。我蛋。我先把材料都拿着了，现在缺四黄四绿，然后有一个黄我拿不了，所以还放在那边。缺四黄四绿，你没有办法做吗？红的吗？黄的吧？没有，现在红台不用，红的可以先收着。四黄四绿，差四黄四绿。我有做一个黄的，可以做。OK， 那、啊、你们等一下可以去采石头跟木头，然后直接拿来做。了解。我现在身上全部都在我身上了，只有一个拿不动的放在那里。OK， 我身上四黄四绿好。现在拿不动，我现在只能再拿一个绿的而已。我拿黄的了，可是我包没办法，没办法拿石头出来做。可以先丢地上。等一下。OK， 暴风雨结束，我先回去守着，你们等一下做好了就拿过去。
就是每场游戏的任务，我知道啊，可是为什么要打指示牌啊？这个也太恐怖了。那个词就对了。是黄是绿，是黄是绿。OK。要不，箱子有三个，大家看起来一模一样。到底你也看到名字超靠北。对啊。一黄跟四个绿，一黄跟四个绿。诡异了吧？这个好恐怖哦！我做了四个绿了，等我。完蛋完蛋，完蛋，林月救我，林月我被熊霸死了啊。你在哪啊？我在 N1 右上。我过去了，我过去了。熊好强啊。只有肉哎、欸。嗯。你有办法扶我吗？等一下。啊！I'm so sorry. 是啊，大哥，快跑！快跑！不是啊，大哥，你为什么要一直来？好，对吧？哈哈哈！你要气死了！等我一下，你等我一下，我等一下，我等一下。快跑！快跑！快跑！哎呦！我觉得我们俩太蠢，真是我实在不爱。
哈哈哈哈哈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被熊攻击了！救命！救命啊！给我喊啊！哈哈哈哈哈！我觉得太蠢了，完了，完了，我已经开始。太蠢！救命啊！有没有人啊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完蛋了！救命啊！哎呦！我觉得你笑我了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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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因为我知道怎么搞的呢。快点，快点，我们赶快，我们去害一个人，我们去冰他，然后去找他附近有人的，然后我们就他就会人家就误会是他是鬼一样。哎，林彦的。你要冰他吗？我刚冰他了。哎呦，哎呦，那个熊的范围怎么这么广哦？哎呦，我还没杀到人呢，还没被我害死。最适合任务的时候找那个找电池，你要挂机。电池是做的还是要？请问有吃的吗？还是有那个两个百草？要死！哎，不行，我没有。我没有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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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欸，他们都没有发现我们死掉了。谁组出队？你就死在很偏僻的地方啊！冷静，冷静啊！我们这场都没看到台主啊！靠腰，这里后面发现都没有发现有人消失了，这大家都没有发现。
为什么他们不会去上面？为什么？这不是小地图吗？对啊。为什么这一场盖尔一直没出现啊？为什么？可是他们材料收集够了，就不会再去往上了。哦，所以他们收集好了。哦哦，因为他们已经收集好了。你还好吗？你现在心情怎么样？应该 no comment。哎、欸，我们可以去冰冷了，我们可以去冰冷了，我们可以去冰冷了。你要去吗？我等一下，小学生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哦，哎、欸，我捡到捕兽夹嘞。哦，我又不能用。捕兽夹可以放、啊，可以吗？啊、哦，哎、欸，他们不见了。这个已经修好了。哎、欸，优衣在这边，你传优衣，优衣很冷，优衣很冷，快快快，优衣很冷。哎、欸，我不会传冷哎、欸。按按啊。哦，有狼有狼，到底多幼稚。哎、欸、右边右边出事，叫他快点，我们去看他。什么？哎、欸、是不是有人死掉？我不确定，我不确定，因为我刚刚快死了，旁边有人在帮我。哎、欸，没错、啊，没错，没有人在帮你、啊，没错，就是在帮你，就是在帮你，放进去，够远，很远，它很远，而且你放下去没有多久，它就会被传走。那我跟你们，那我们还剩一个，因为我其实现在有点危险，你随时要死掉了，其实。他快死掉了，他快死掉了，没有没有保暖，都快没了，所以。哦，全球世界，你错赛力。你是死人喽！我刚刚在这边取了什么东西啊？我连木材都没了，送给雨梨死了。很冷吗？很冷是不是？雨梨死喽！不要！哈哈哈！八八八！雨梨，你怎么死了？你怎么死了？都是那个臭熊害的。我杀两只狼。你嘿，你嘿，雨梨也死掉了。他们要全灭咯，他们要全灭咯。好喂、欸，好喂、欸，好喂、欸。啊，好喂、欸。电池，电池。我没救了，你们先走。哈哈哈！啊，来自我万能天神的力量吧，电池你们。还有谁？我去看一下。阿卷，啊哈，花卷走位，还有谁？不要，七号杀。我外地的冲回家了，可恶！啊哈，啊，再电你一下，没有错，有够坏耶。Hello。Hello， 我也死掉了。我们刚帮你们、欸，我们呢、啊？我们呢、啊？我们呢、啊？哦，真的。你呢？我刚一定是我，一定是我。我刚想说我快死了，然后一直有人在帮我补。最棒哎、欸，对，你看最棒的吧？是谁啊？我不知道，因为我是说，我就默默不说话。我啊，是我啊。不相信。真的是我啦，真的是我啦。其他人，哦，好了，我等一下我，那我等一下去看 Beauty。你看 Beauty 应该会笑死。
真的。优一在这里。不是，我优一死了。优一。干嘛？台主死太快了。台主一开始就死了，真是。哦不，他们走了。哦不，啊，他们都去哪了？我想帮他们。还有人吗？还有人吗？没有，他们已经上升机了。还有。啊，已经上升机嘞！我要送他们离开了。你按 tab， 按 tab。好哟。我们等报应，我可以传送，原来如此，谢谢。大家要走了，他们要离开了，他们要离开了。哦不，哦不，带我走。好哟，没有人了，我们好哟。然后死在外面。好，走走。好哟。找电池，然后快死在外面，这样很可怜。就知道你死掉了。再见。游戏体验呢？有啦，我有游戏体验。我刚刚真的在荒野求生的感觉。没有，我现在在问台主我的游戏体验。你对你做什么？我说你不要分享我的。你看台主就红红的，台主你怎么红红的？台主，台主你怎么自己嗝屁啊？台主你怎么了？我跟你讲，我自己死就算了，我还把另外一个鬼拖下水。哎，林彦是鬼啊！你还敢问我为什么要叫紫菜？是 bug 吗？我一直有嗡嗡声呢、欸。我也是。对啊，我有一个嗡嗡声。这好像以前就有的 bug 哎、欸。那怎么办？你看我的结果，那边我的任务就是摧毁五个紫菜牌。哦，我想说，哪有人在那边敲小屋的紫菜牌？那叫任务，叫那个，超容易被怀疑。我差点找不回到家。他的任务很过分哎、欸！你看我，有人会我的任务要下毒哎、欸！我是好人，然后叫我下毒。哦哟，有人会敲啦，因为那个指示牌比较好收集木头。哦哟，啊，刚林业一个意气相挺，然后会怀疑死。我是说想杀人的。我想杀人啊！我想啊！拜托，拜托，再让我当一次鬼，让我当一次，我要杀人！啊哈！啊！我知道了。也刚逃脱一场，好爽！逃脱一场，好爽吗？好爽是不是我的天哦。跟各位讲一下，我这一次的任务是要摧毁七个指示牌哦。直接先讲一下。自己先那个。先自首无罪是不是。自首无罪。看你这什么白痴任务。做的不对。最是要挖的，各位。要打我！我要去右上挖轮子哦，OK， 要开。我们台主乱砍人的时候就是好人。说什么呢？不行，我这把一定要，我一定要做点什么。
笑什么啦？哎呀，心虚什么？Hello，Hello， 有社区，有社区。什么怪人？不是上一场真的太智障，不是、哦、为什么那个熊的判定可以这么远？啊，为什么不个熊的判定可以这么远？没理由、哦，我没有石头、哦，我想石头。你当好人的时候就是超级怪的，哎呀！轮子我挖到了，轮子我挖到了，轮子我挖到了。为什么要接受我刚做斧头？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有没有？我想说怎么我手上多了一个斧头？我身上没有。你为什么要把我的斧头接受？需要什么、啊？你。那个朋友，那个去发电机那边，外面有一个图示，可以看一下。有过去了吗？哎、欸，那个有影。哎、欸，右上角。那躲偷人那里，什么痴汉？没有，我不小心捡到的。快点，我们要去那个。有人在打架，有人在打架，没帮忙。有人开箱子，被我听到。有人开箱子，我听到了。谁？你怎么把他渡掉？然后你再犀利，铃声变位，你把我抓到你就死定了你。跑，你就死定了跑。不会是。我真的。我刚刚都看到了、欸，等一下啦，你等一下，你等一下，你冷静哦，你冷静哦，哎，等一下 ，Q 来了，救命！你也杀人哦，你也开箱子没有听到了，你也开箱子没有听到哦，他还想杀人灭口，你也刚开箱子真的没有看到，他还想杀人灭口，他追着我，好恐怖哦！我刚被砍了半条血，我吐了。哎呀，靠背风好大、哦，我操！我操，大家都这么勇的吗？我都不用回来了。这边。跟大家这边风大的齁，我跟大家讲个语重心长血淋淋的画面齁。对，大家都知道我在玩游戏那个耳朵有时候特别好，我刚刚远远的听到有人开箱子、哦、我就决定然后我一把一定要过去把它揪出来，结果呢我走着齁，那我就沿着那个主机走，一直尾随，终于被我看到了。对，你有什么话要说吗？好好，没事齁，那我们大家就烤个火，等下就可以离开了，没事。
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，发电机现在有谁拿到东西了？我刚刚看仓库里面有一个材料，是你放的吗？是我放的，轮子我拿了一个回来了。我刚刚在打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哭了，我这边打了吧，打到破口。所以回去捡食物了。你也真的要这样子吗？真的要这样子吗？怎样啦？决定，决定一定爱安内吗？不一定爱安内吗？我走了，我走了。回来喽！啊，我做食物，谢谢。我做了食物，哎，有两面啊，我也要。你为什么这把都不说话？给你一只，给你一只，我不是不说话。嗯、哦，好的，谢谢。那我跟你说林业是鬼，你会相信我吗？我相信你啊，走，我们去打林业。好。不对，你为什么要跟着我去打林业？啊、我觉得你很可以相信啊，怎么了吗？靠腰啊，怎么全球流放啊，我操！我先把食物丢门口，那个蒸笼你要用的时候再做。来盖尔，来盖尔，来陪我去打东西。他是不是在骗我？他是不是在拐我？他是不是现在把我当作小动物这样子？然后他等下要砍我。你为什么要跑这么远？我们要打架啊！我们要打架吗？可是这里有狼哎、欸，他要打我哎、欸！哎、欸，你可以先帮我开这个吗？你可以先帮我开那个吗？我一定要为大家做点什么事情。即使我今天要大义灭亲，我也必须得做。我要去找出那个凶手。我做法网恢恢，然后呢？往往灰灰，加油烤肉，好吃。再煮个烤肉。好，肉也带好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有人帮我加暖气，有人死掉了。完了，有人死掉了，什么东西？我不林业痛下杀手了吗？妈！很危险，很危险！
你怎么了？旁边有狼，我一直在流。你不会扁我吧？虽然我已经知道你是什么，但你不会扁我吧？很好吧？嗯，哎、欸！好啊，快跑！这里超多狼的，救狼哦！丢人哦！啊哈哈，完了，完蛋了！不要，不要跟刚刚一样吧？不会是要跟刚刚一样的吧？完了！哎呦，哎呦，啊，怎么跟刚刚一样？他说跟刚刚一样啦，哭啊！哎呀，哎呦，啊哈哈，啊哈哈，真是！我把这个游戏删掉，我觉得我爸爸在我这里。我们怎么刚刚一样？这画面。啊、死掉了！我都吐了，我都哎，这直接哎、我哭到时间还没到，我救不了你们。你我走。我一直在你们旁边啊！我说哇，这哭到好久。我想救你们，我救不到。那也没办法，熟悉的画面，总是太……而且你们知道，怎么又是我拍死的，所以……而且因为我跟你说，我一开始就真的，我那时候尾随林业听到，就是被我看到，他还想扁我，我刚救他，然后我被狼给咬死了。啊，林业是坏人哦。对，没错。哎呦。而且他刚刚讲我是坏人，没有人要相信他、欸。感谢他刚刚感谢 EH 四，哎，我是 O P O A N 四 O 的丢团，感谢丢团。围攻，我只在旁边看着，然后感谢追随安安，安安，晚上好。刚刚有救助吗？我想帮你们呢。晚上好。我每次被传到奇怪的地方，然后我就大迷路，然后一走过来，然后就直接被狼围殴。哎、那感谢啾团，然后还有去找东西，还有十位可爱的观众，你们好，晚上好。路上被熊拍死哦。好，我这边的话就是，比较偏向于聊天台，然后最近都会开一些跟观众同乐的游戏。哎、我哭到结束哎，我去找有没有人要救好了。很好，感谢车车，怎么做太多坏事？我好人哎、我刚才救林业。感谢追随。如果大家可以的话，点两下头像，点两下大张所以降落闪，好吗？好，每天晚上七点左右会开台，对，然后跟大家聊天。好，跟着哦，拜拜，可以吧？哈，Hello，Hello，我救他、欸，救我，救我！救我！拿电视救我！他说什么？嗨嗨！现在大家都在，你知道为什么你刚刚说我是坏人，没有要理你？左边那一个台主，因为 QQ Boy 是跟我一样。我吐了，我都难怪我在那边，我还跟 Boy 呀语重心长。然后台主是食物，这点很重要。台主不是食物，说啥、啊？不是。所以你跟他讲我是坏人，他也不会理你呀、啊。我还想，我本来就想说，还是揪他一起砍你好了。结果后面就有人来了，好可惜哦。他跟他找的，他说他来自俄罗斯。哦，然后，来自俄罗斯，我是不是要打开我的翻译跟他沟通一下？对啊，那个东西是要挖的，是不是？刚刚来这附近，然后被熊拍死啊！为什么雨梨在挖东西？还有三个人。
欸，我有答对吗？完了，他说他来自俄罗斯，怎么办？慢慢，我们观众有里面，我们的聊天室里面有个俄罗斯人，我该怎么跟他沟通呢？没有。哦，好意哦，你哪来的？你也是救我的，好意。操你！喂，救我！什么？有沙花卷呢？大大。嘿嘿，对嘿对，哈哈。啊哈！啊哈！你也倒了吧？哦，沙达拿过瘾。啊，没了吧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嗯，哪里？有熊啊，小心！那如果你是要打德文，那你还真的打德文来了 ？Oh my god！ 怎么会有外国观众？谢谢。没事。哎、欸，他是那个、欸。哎、欸。哦哦哦。哎，他是玩那个，他是专门玩这种之类游戏的人呢，好厉害啊、哦！我刚看了一下他的台。嗯嗯。OK OK。好吧，就所以才开车过来，对啊，应该是。嗯哼 ，Thank you to follow 。我一直会讲这句话。OK，Oh my god， 扁他，熊熊对，没有错，再扁一个，再扁一个，嘿，对，嘿，再扁一个 ，OK，OK，、OK, OK, double kill， 没有错 ，double kill， 没有错了。我明天又找不到，就被熊打。哈哈，不是你为什么这么开心？对啊，你不是好人吗？救命，有没有、欸？好像是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刚刚救完花卷了，我现在没办法补他们血了啦，后药。我都。不知道零件的位置，我救不到他们了，好早。哦，零件还在落地下室。看，有鬼啊！走开啊！不要过分！哎呀，我刚救过花卷，我哭当结束了。不是啊，好久哦。他们两个我救不到，我知道是谁了啦。台主走开哦！不是我了，你等一下你等一下死掉，我就骂爆你。最好是我，不是我了，说啥呢？对哦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就是平常做人的诚信不太够。不是我哭到时间，不是我了。没到，我刚救完花卷，我救不了你们。我电了，我刚才帮你，你在说啥呢？你刚刚明明就很开心。是蛮开心的。对啊，你刚刚就说，哎、欸，一次杀两个，你刚刚就说 double kill。不要讲出来。哇，哎、欸，我真的不想坐他们回去看 VOD。我们去偷看一下 boy。作弊是不是、啊？作弊也是这个人。他刚刚杀两只狼、欸，超强。哎、欸，我这两只狼太扯了。不是这一关的发电机也太难修了吧？可是这个挖那个好麻烦，这个是正常关卡、欸嗯。没有，就没有啊，就是随机的，我知道。因为我刚到，不是都找不到，我不知道怎么找哎、欸。不是，他好像到了之后要挖，看照片挖。哎、欸，是不是有人绕跑了、啊哦？所以不会有提示。是不是有人绕跑了？就只是看照片。会，对，就是只有照片。哎、欸，是不是有人先偷跑了？人三位。好、欸哦，有人又单飞了，谁？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又是卡兹喵。不是啊，那卡兹喵刚刚不是鬼胎，为什么想要把我带去一个远远的地方，然后说要打架？因为你很讨厌吧？这样还在啊 ？OK, okay。我觉得他会不会是怀疑你在诬陷我？说啥呢？我亲眼看见的。那你等一下，说一
会先吃。那你等一下问他。说啥？我亲眼看见。不是我今天，我这一场开始大概两分钟，我就是要去找那个原来 QQ 八十哦，鬼！原来 QQ 是一时故意。对啊，他是鬼啊！我刚还跟他说里面要妨碍而已。我刚还跟他说林业是鬼，然后他还给我说白痴，对，嗯，还给我说白痴。不是、哦，我那个耳朵就特别的犀利、哦，我就听到有人开箱子，我就追着他跑、哦。我跟你讲，嗯，这个是给你一个教训，是不要随便大声嚷嚷说你知道谁是鬼。如果你转过去遇到两个都是鬼，我们两个早就把你砍死了。不，该说与不说都是鬼。我好难过，我真的好难过。我刚刚还想说我已经准备好三个鸡腿要去大义灭亲了，结果我发现你已经先倒了，我要救你，感动吧？哦，我哭了，我刚滴了两滴眼泪，嗯。不是滴两滴口水吗？然后做坏事啊！冷死他！冷死他！冷死！什么人啊？哎，再装啊！再装、啊！他真是什么人？在演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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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咬死他！咬死他！咬死他！我没有了，我没有了。够了，够！他打得赢，他打得赢。有没有了？两只哎！还有一只小哦。出啊！哎、欸，怎么能补血？出来！我要冷死他，我没办法，我没办法冷死他，我没有那个了。我还在跑。我冷死他，我没有那个了啦。好浮夸，好浮夸！哎，对，攻击他，攻击他，熊扁他。那为什么还在？哦，你说扁他？对，没有错，扁他。对 ，CD， 那我 CD 也还在那个。三分之二，快点一条心！好像白我跟鬼跟着他，到底是冷他冷他，画面太蠢了，冷他冷他，有冷到吗？冷他冷他，他在开，他还要拿东西，他还要拿东西，冷他冷他，好好紧，行啦，我还是 CD， 我不。哎、欸，对，粘到了，粘到了。哎、欸，对，哎、欸，对，就是再多别他两下。好香哎、欸！哎、欸，他好香哎、欸，他好凶哦。巴瑞，巴瑞。哦不，哎、欸，上面那个人没听到。你在左边吗？没有。没事，我打完了，我下面我自己打了，我刚才捡到枪了。你刚刚捡到枪？你拿？你明明是同背叛者这样子拿骗。你怎么有枪可以捡？我都没有捡到枪。那背叛者箱子有都会有那个武器。那一把我拿到一个十字弓。什么东西？就是、我用。看来不管怎么在你那修养全面。做什么？我也是希望我以外的人都死光光啊，那是最好的。对啊。等死你！干嘛？去哪？去哪？他在逛什么？收狗是不是？把这里当收？是吧？这你也死了？为什么？我被熊八十的。花卷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。我们刚，我们去把那个 QQ boy 冷死啊！他是坏人，快点弄他。Table 快点。啊！去把他冷死，你 Table 过来。他刚才穿，他刚才穿着林业的皮，你看，超坏的。快冷死他，冷死他！他怎么好像都不会冷了？怎么全部都下？因为他有喝能量饮料啊。不是，他是高手玩家，不能当背叛者啦。应该给我玩才对啊！哦，林业偷补血被我看到了。哦，我
我跟他同一队，我不发现我，我还跟着你一起杀他吗？哎、欸，他生火哎、欸，他生火哎、欸，妈的！我不，赶紧冷他是还有，還可以，我们可以灭火、啊，我们可以灭火吗？他这样是不是太作弊了？他是不是太强了一点？对他高，他太强了。那我只好找他玩别的游戏了。我一看人，还有人吗？没有吗？我没有，还有我还有三。我们是不是要？去哪里？我们是要存一波能量，然后直接一口气把人死。没有，那个人其实人不死的。欸哦不，卡兹喵，卡兹喵，赶快 ghost， 赶快 ghost 我的台，快点 ！Q 波亚是 ，Q 波亚是坏人，我要出大绝了，出什么大绝？我要去 DC， 我要去 DC， 然后这两个蛮近的 ，Hashtag 超级作弊，哎，他去哪里？好了，找他们到现在到底找到什么人？我觉得真的在教他。我好，我要发挥我台主的威，那个金手指了。可是喵快跑、啊，不是这个。QQ 是不是也觉得没事做，想说要去找？他才没有了。他在这边给我蹲厕所，跟我说在找。他去挖什么？欸，剩下一分钟欸，他是不是跑不掉了？剩下一分钟，他是跑不掉了。我觉得他是觉得太无聊，所以他也要开始挖了。挖什么？任务啊，找任务啊，过任务、啊。你连铲子都没拿到吗，台柱？没有啊，那什么东西？我刚刚忙着做大事哦，说啥？我刚很认真的采了几个树枝、几个石头，然后做了一个斧头，然后去偷人家肉，然后就被熊咬死，或者是被狼咬死。哎，对，这场是要挖东西的，我不知道这场。东西我就直接傻傻跑过去。我有点听，要是游戏里面有吉他，那只卡兹喵，好难找、哦。我听大哥也是老手，竟然是这个，好坏啊！对，这场超级需要老手帮忙的。可是这个老手是鬼，我们也是鬼，老鬼，老鬼，哦不，有意的事情。有意有，有时候嗨有意，不是这里、啊，对啊。又一的尸体在这里。我说我刚刚经过你尸体，我跟你嗨。我在那个很孤单、很孤单的在那里，然后在我就在这里被熊拍死的。OK。我来挖东西，然后被熊拍死的。卡兹喵也被熊拍死了。我看一下哦。哦，挖掘零件被绝获200，加50，加600，比谁死了 ？QQ 啊。哦、QQ 不好意思，那个哦，哦，难怪。有老说，我感觉大家都死光了，我就想说算了，我就陪你一起找吧。但是好像也都大家都说那个是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不用这样。就知道你最后没。老哥，你有枪？没有我。哎，我想说，感觉因为我从头到尾都没听到别人在跟我们讲话，我想说靠，一定只剩我们两个。我说来吧。我跟你讲哦，你哈哈，没有人跟你们讲话，对不对？你知道我们线下聊多开心吗？羡慕吧，羡慕吧，羡不羡慕？所以没有人绕干吧？所以没有人坐飞机绕干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人绕干，没有人绕干。我现在看没有人绕干。你知道我有看到单人逃生舱，结果他，你知道他在哪吗？他在飞机的点旁边。啊，玩到了。哦不，玩到了。好了，差不多了，好不好？很好玩的，好不好？妈，我不知道啊，但是我只知道最后面的两把，那可是真的太智障了。那感谢大家今天陪玩，对，让我体验了这个白痴游戏。可恶，我都没玩到什么东西。
有效杀人二，而且这两个，一个还是一个还是 U， 一个是花卷。对，好的。可恶！可恶！好烦哦，没杀到人。男主是吧？是那个。嗯嗯。男主按到。我们还要再一把吗？还要再一把吗？不行，还是你不玩了，不玩了就散了。那你帮我跟他们说一下，其实也差不多了，好不好？其实也差不多了，帮我说一下，差不多了，时间上。然后感谢大家今天陪我玩这个，我就是买到现在第一次开的游戏，好不好？然后游戏体验相当的良好了，好不好？这游戏体验的相当的良好吗？大家玩的开心吗？大家玩的开心吗？啊哦！都玩到没朋友了，然后做干了，别走哦，获胜！感谢台主给我两把玩好玩的游戏体验。哦，没有，第二把那个是第二，第二把那个是我有救你耶，我有救你耶，我有救你耶，可是你还是死掉了、啊，对不对？我还知道你是鬼耶，你看我知道你是鬼，我还救你，对不对？很好吧。啊、哦，很好吧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一直变鬼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会很容易就变鬼啊，是不是？我救你耶，第二把的时候，可是没办法啊，啊，就很突然，啊，就很突然，这怎么？这游戏可以开箱？哦，好酷！哦，哎、欸、嘿，我可以开一箱啊，开一箱，确认，开箱。哦，哦，这游戏可以抽 skin， 酷！我抽到什么？酷，好，好啦，好不好？你是闹鬼，鬼中之鬼。没有，我就想杀人，可是我都没杀到人，我就被都死掉了。我都死掉了，我也想杀人，都没杀到。我最一开始当好人的时候，乱刀砍死两个人而已。对啊，而且还是他们愿意让我杀，我才杀得到，不然的话他们应该跑掉了。对啊。可恶，早知道下，早知道都硬砍了。对啊，嗯嗯嗯，好不好？目前的体验只是在玩生存游戏，这不是砍的游戏。我被你砍死，你应该是没杀的。有啦有啦，好不好？你真的内鬼，不管是好人坏人，那个意外哦，那个坏人那个是意外哦，那个是因为我想要拿枪连剑。我想要拿枪连剑，想说，对啊，我没有想到那个熊可以粘得这么死啊！嗯，就雪地别挨了可以 TK 的那种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嗯，好了，嗯，你看我是友善玩家啊，我是友善玩家啊，是吧？友善玩家，好啦，我先关掉了，下次再找机会跟他玩，好不好？下次见，进去啊！好人内鬼，坏人雷神，怎么雷神？没办法，没办法，那个熊太强了，那个熊要改啊，那个熊能力值要调一下、啊。那个熊最好是咬到人，可以一直黏着扁，他在打我，他太恶心了。
设计不良。设计不良啊。讲话是好是蛮没人的。没办法，博雅。博雅你怎么那么强啊，博雅。那博雅为什么你那么强啊，不了我都。对啊，你怎么这么会玩啊，好猛哦。那你怎么这么会玩？哎呦，感谢花卷，感谢花卷赠送了一份订阅给波 QQ 博雅，感谢花卷，感谢花卷肯定。下次进选票太多，不要票我。二八八，好的，卡子喵八八，好，差不多了，这里也不能活。嗯嗯，八八八，好，八八，好啦，那我们今天也是玩了两款嘛，第二款玩比较久，好不好？然后，啊，然后明天继续玩玩别的，好不好？明天继续玩，明天我们先玩那个好了，先玩，还是要我先，就四个拿来骰好了，四个拿来骰。哎呦，感谢艾莫赠送的五份订阅，感谢艾莫，砍到油条大哥嘞，砍到油条大哥，还有七七香木盾，感谢，好酷啊，我怎么送到油条啊，艾莫啊，我会送，对啊，明天就这四款，明天这四款。啊，一样有游戏的想要玩都可以玩这四款。巫师，哎呦，好啦，开心啦，开心吗？林业，你真的开心吗？好吧，明天就是这四款巫师，就是这四款下去筛，然后一样想要玩的也可以加加，好不好？想要玩的可以加加。对，想要可以加加，还有感谢你跟猎飞糖一百小鸡点，感谢一亨一的月小鸡点，感谢车车，有车车了，完了，那个车车到底还要不要更新啊？那车车到底要不要更新啊？没有表符可以那个，明天再看。好，我明天就是一样会，我记得他不是有一个那个什么图奇那个那张抽奖的那个网址吗？我们就是这四个来筛筛看看中哪一个，好吧？感谢外地罗，谢谢他就跟我玩开心，我也很开心呐啊、哦，我也很开心啊。还好我当鬼的时候都有人跟，不是，还好我变成鬼的时候都有人可以跟我聊天的，不然的话我也很孤单的。哎呦哎呦！感谢蓝风的100个小鸡点，感谢。对，然后就其实蛮好玩的，对啊，其实蛮好玩的，因为那游戏其实我真的没有玩过，我是真的一次都没有玩过，都是看别人玩的，然后我也看不懂在干嘛，对啊。那你知道我刚刚那场多孤单啊？哦不，哎你就不要死啊！不是我就算不死，我也遇不到人啊！我要跟你们一起走，你们又不对杀人啊？没有出我杀人的，对。家人啦、啊，好的，下次再开好不好？下次再开，就是冬季计划还蛮不错玩的，对啊，一样就是下次再开。有如果想要玩的，一样可以准备那个，可以准备。如果有游戏的话呢，有游戏的话想玩一样可以玩，好不好？下次再开。然后明天的话就是这四款，就是我刚发的那四款，大家去。我游戏一般，一样都是那四款，对，也都是一些像女巫也是我们之前有段时间没有玩的，对啊，看戏，好不？等大家知道要干嘛就可以开始抓内鬼了，现在连生存都超困难。